OK， 大家好，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就是这个自带口腔功能的最新的一个技术已经研发出来了，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加热功能。好，我们的一个充电就可以实现它达到一个38到40度温度的一个效果。那一个 Type C 的这个华为充电器的是一样的啊，这里有个口，很漂亮吧，很美观的，它坐在这里不会影响它整个娃娃的一个就是外观，就是对您使用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它整个娃娃的温度呢就升到了38到40度左右。它是已经完全是我们刚刚已经充电充了15分钟以上的一个头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没有带加热功能的这个头。这个没有的，它只有没有加热功能头呢，它只有26.6度啊。哇，这里面很热，烫烫的。好，这个时候已经达到36.6度的这个度。OK， 和正常完全一样的。你看这个舌尖这里，舌头啊，这里面全部都是有温度的。它的这个感觉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到深入到里面去，它的长度也是刚刚好啊，非常非常合适的。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舌头是全部采用的是无毒无公害的这种食品级的硅胶。OK， 我们再测一下它的温度啊，这里面啊，这个时候啊35.7度啊，保持两到三个小时，就是你充一次。